我是刚刚来到的呢，80年5月19号，然后双人送人了20点整，说白就是一杯次的环岛之星观光专列哦，前往台北。108单人头。哎，没人。傻眼呢，没人啊，那个最近了。这是一笔次看台北环岛之星观光专列，谢各位的拿拜。108单链头加6节的。好了，QD 完了，今天光到哪去个？